元旦期间，花莲持续大雨，使得游客前来游玩的意愿降低。鲤鱼潭风景区的业者就表示了，元旦期间比起以往的业绩相当的惨淡，不过也相当期待春节游客能够再来到花莲旅游，还是有机会创造疫情过后的旅游商机。元旦期间，花东地区的连日豪雨也浇熄了游客来到花莲旅游的兴致，比起以往的元旦连假，甚至是少了70%的游客。风景区业者就表示，天气因素是最大的关键，可能连续下3天雨啊，所以都没客人。没有平常的，没有想象的那么多了，天气好就是有差。也有国外回来的游客表示，趁着连假过后来到花莲旅游，就是希望能够避开人潮，降低感染的机会。美国日本的朋友，日本、美国、芬兰无业，无业的朋友来，所以就从国外回来就特地来花莲。对对对，选在比较少的时候来。对，就是跟刚好跟大家错开时间，错开。对啊，怕疫情是不是？怕发塞车啦，怕排队。虽然天气影响了游客来到花莲旅游的意愿，不过当地业者仍然看好春节期间将会带来大批的旅游人潮，目前所担心的也就只剩下疫情的影响左右着民众来到花莲旅游的意愿了。记者林杰收风箱采访报道。